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制作好吃又好玩的食玩棉花魔法糖。哇，这是一个神奇的棉花糖，葡萄口味的，酸酸甜甜的，里面含有跳跳糖，吃在嘴里会噼里啪啦的发出声音哦，很有趣哦。这边有制作方法，特别简单，大家赶快来玩一玩。把里面的包装再打开，这些是食材，模具剪下两杯，魔法小袋打开，一号魔法袋倒进去，加两杯白开水或者温水，一两杯，搅拌均匀，有一股葡萄的口味哦。把二号魔法袋打开，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好了。哇，非常的粘稠，感觉里面有很多泡沫。将糖果打开倒进去，魔法糖倒进魔法帽里面，装饰糖倒进五角星模具里面，哦，可以吃喽，很棒棒。卷起棉花糖，哇，越卷越多，越卷越大哦。哇哦，转呀转呀转呀，现在蘸上跳跳糖，和装饰糖，哦，可以吃喽。哇，好漂亮的棉花糖，尝一尝，嗯，味道好极了，而且很好玩哦。嘿，会噼里啪啦的发出声音呢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